我是不是又惹祸了？哎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那个路由器不可以。这事儿主要赖我，也是我呢，没跟你说清楚。我知道你是好心，把这路由器给我接上了。这路由器啊，连着我们家监控摄像头呢。你坐，我慢慢跟你解释。 我也不怕你笑话，这个摄像头啊，是你嫂子呢，对我不太放心。这不是我们俩现在两地分居吗？你嫂子又有点疑心病，所以就在家里呢，悄悄地安了这个摄像头，为的是啊，能够监控我。哎，嘿，你别想多了啊。 我不是你嫂子想的那种人，我也不是你现在想的我这样。你就是，你力哥现在啊，就是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了。我懂，女人嘛。那摄像头都在哪儿啊？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过？这不是偷偷装的吗？都是暗的，一个在客厅，一个在厨房。 那我这几天在你这里都被看见了。不会不会，你进来的时候，我情急之下不是把路由器给断了吗？前面呢都没看见，我正琢磨着这两天啊把这路由器给连上了，这不是时间长了，怕你嫂子怀疑吗？这你今天一下就给连上了，不过还好啊，今天算是幸运，我女儿看见了，我已经跟佳琪说了，让她把那些录的东西啊。 都给删除了，你嫂子什么都没看见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李哥，我看我还是走吧，我不能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。哎呦，这弄得好像我要轰你走似的。你要是想走，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走，我肯定不会拦着你。但是你说你又没带任何证件，怎么住酒店？ 就算能住，估计韩晶晶也能找着你。你呢，先跟我这儿待着，把伤养好了，自己的事情呢都想清楚了，什么时候想走咱们再商量。退一万步说，韩晶晶真要找到这儿来，我也能帮你挡一下嘛，不是？谢谢啊。 那这监控，我是不是就不能出去了？哦，那倒也不是。你嫂子这个人啊，生活很规律。佳琪早上上学了，她7点多钟啊就出去买菜了。中午12点的时候呢，准时会去学校啊给孩子送午饭，晚上10点半就睡觉了。这期间啊，我把路由器给你断了，你就能出去活动活动啊，厨房啊什么什么的。 嗯，好，我记住了，我肯定不乱跑，不给你添麻烦。哦，你现在这个房间什么都没有，那路由器我就一直连着了。嗯。让你见笑了。 没有，没有。异常稍低密度区提示。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梗死区域 ，BBB 破坏，已经由细胞毒性水肿转变为血管源性水肿，已经不适合溶栓治疗了。明白。你们是叶平安的家属吗？我是他儿子。好，请坐。好，那你先忙吧。嗯。啊，今天叫你们来。
是因为你们需要做一个决定。我爸他出什么问题了？不，这个不是他的片子，你不用担心。你爸没有什么大问题，我刚刚看过他的各项指标，和前几天没有太大差别。可这也是他的一个问题，可能在以后的几天他一直是这个状态。那您是让我做什么决定啊？是留在 ICU 还是转入普通病房？转入普通病房能维持现在的状态吗？普通病房的护理标准和 ICU 当然有很大的差别，有些病人转入普通病房后当天病情就恶化了，可是如果留在 ICU 也有可能没有任何结果。这不是选择，这是赌博呀。你说这些病人每天躺在病床上都想什么呀？在想外面的阳光、空气、树木、花草。如果是你呢？你躺在病床上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起来，你会想什么？你能盼我点好吗？我就是打个比方。那我想的可多了，我想多抱抱乐乐，多亲一亲你，我要让你们知道我多舍不得离开你们。那你有什么想向我们忏悔的吗？什么忏悔？我有什么好忏悔的？那如果一定说，那就我不应该因为写个反三对乐乐那么凶。还有呢？还有你大学广播站师兄送你的那个马克杯，我是故意弄坏的。我都猜到了，你个小心眼。还有什么？我不该拿乐乐去年的压岁钱去买彩票。这你都干得出来啊？叶一凡，你要不要脸呢？你去年过生日，我送你的那个包就是用那钱买的。不是，你一个人无耻也就罢了，你还拉我一起下水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还有。哎，我还没病危呢，我跟你说得着这些吗？老公，那你刚刚有没有那么一刻后悔没有咬牙买一套房子？我是一时没想起来。说明那根本就不重要。也许我们花光所有的积蓄，爸都不一定能醒过来。但如果我们放弃了治疗，用那个钱去换套房子，我住在那房子里一辈子都会做噩梦的。所以，老公，我们放弃吧，不换房子了，这样立刻就有钱了，爸就能有20天与死神抗争的机会。问题是马上就要付款了。怎么跟人家说呀？红姐，您坐，您坐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想喝点什么呀？我帮你点。什么都不喝，你省省吧。那个，来杯美式就行。别跟我兜圈子了，到底什么事儿？姐，我想约您见面，这个当面跟您说，我就是怕您多想。那你就赶紧跟我实话实说，别让我瞎猜。行，是这样，野哥他爸进 ICU 了，他们家现在买房的钱可不够了。文博，你拿人家老人的健康做挡箭牌，这可有点缺德了啊！姐，您要是不信，咱们去医院看看。叶哥媳妇儿马上就到，咱们一块儿去，您看行吗？我不去，我还回家给我闺女做饭、上晚自习呢。文博，你就说你们现在到底是几个意思？是要退房还是延期啊？反正延期和降价都不可能。
好多人现在都着急等着接盘呢。再说，就算他们家有人生病了，你也不能让我掏钱给他们看病，是不是啊？当然不是了，你先别着急啊。如姐的意思是，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约定，就在这个周末，你家大哥回来之前，老爷子要是醒了，咱们照常付款，他们差的钱从朋友那周转一下，这没问题。那要醒不来呢？要是醒不了，他们只能放弃您家这套房子了。姐，我是想跟您商量一下，当然了，你也没这个义务啊。如果您后面的买家能连接得上，在定金这边，您能少留一点吗？姐，我知道我说的有些过分啊，但是他们两口子太不容易了。野哥他爸爸现在 ICU 一天16000，这已经住了好几天了，现在是有好转，人医生说了要转到普通病房去，是他媳妇儿不乐意，那是他公公。摔了呀？摔哪儿了？啊？哎呦哎呦！行了行了，不哭了啊！哎，别练了啊，别练了，爸爸心思不在这儿，疼不疼？你这运动细胞啊，随你妈了，你可千万别再摔出好歹来啊！你要再摔出个好歹，爸和妈更别活了。一会儿回家让姥姥给你洗洗。我努力用我家的洗吗？咱家没水啊。不是，咱家没有锁。行，去吧，啊，你让那个甜甜阿姨给你上点双氧水，消消毒，啊。黄姐，我迟到了，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快坐。您喝点什么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小何，你的打算文波都跟我说了。哎呀，你们两口子，我怎么说呢，真让人太羡慕了。我之前还跟你老公说，我说你的命怎么这么好呀，啊，嫁给这么一个处处替他着想的老公。我现在才明白了，是你好，你值得他对你这么好。黄姐，不好意思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开口。哎，我等你们到下个礼拜，我先不跟别人联系啊。但是，小何，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你说再这么拖下去，万一政策变了，利息变了，这里里外外差出去好几十万呢。还有，我看着那套房子，他万一不等我了呢，是吧？是是是，我之所以现在跟您说，就是怕您到时候措手不及。这样，黄姐，您可以开放让人看房。如果到时候我们能买，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；如果我们买不了，你也可以找人续上。我只要能续上，我马上把定金还给你们。谢谢黄姐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黄姐，这是干嘛呀？快坐快坐。我妈一直说我傻人有傻福，我怎么运气这么好？你就是一脸福相，而且还是旺夫相。是是是是，不是，就是印象特别好。力哥，换上拖鞋。没事，我待不长，一会儿就走了。哎，没事儿。哎哎哎，不不不不，我自己来。
那行。哎，你说这冯丹吧，跟个小孩似的，吵个架就跟我冷战了，不回来也不接电话。他是怎么跟你联系的？怎么说的？就电话，他就跟我说让我把公司的数据库配置好，他出差远程办公方便。那你的尾款他怎么付你呢？他就说让我把数据库配置好，他在网上审查，让公司财务转给我呀。这样啊，那他要是登录的话，你那边是能看到 IP 地址的，对吧？对应具体的地址远程办公的话，会有一个安全性的问题。要是密码设置的高一点，应该也没有什么安全性的问题。那你还是得见面跟他设置这个客户端吧。哎，冯丹他要是喜欢，就在外面待一段吧，我也清静清静。啊，嫂子是在外地带孩子读书是吧？对。哎呦，真羡慕你，孩子大了，任务完成了，也恢复自由身。韩总，威尼斯玻璃厂的人来了。就来。我先出去一趟啊。哎，我能去趟厕所吗？啊，炉气我拔了，出来吧。你要的东西，谢谢。他有说什么吗？哦，他就问我你怎么联系我的，咱俩见没见过面。那他还生气吗？他生气，他动手打人，他生什么气？那就是不生气。来，先把饭吃了吧。你吃了吗？我吃过了，你吃吧。你这是在弄什么呀？哦，我给我女儿啊，弄了一个暖手的手垫，她今年呀，第一次在南方过冬天。
那边家里头啊没暖气，开空调呢又太燥了。我给我女儿啊做一个暖手的手垫。哦，我看我外甥也用过这个，这网上不都是有现成的吗？是，这就是网上买的。不过这个东西呢，上面是皮油做的，加热之后啊有味儿。我女儿啊那个娇气，我就给她买个牛皮，给她糊在上头。男人有了小孩，就会迅速长大，对吧？小孩的笑容能治愈一切。晶晶就特别喜欢孩子，要是我俩能有个孩子，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回来了。啊，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你干嘛呢？陈丽给了我一网站，找兼职呢。哎，媳妇儿，我问你啊，你觉得是开网约车挣钱呢，还是送快递挣钱？哪个挣钱？两个一起干才挣钱呢。那你班不上了，爸在医院你不照顾了，怎么想起来做兼职了？人陈丽一直做兼职的，一年下来收入相当可观。你不是说你们公司刘总对你们的工作不是特别满意吗？这本职工作都举步维艰呢，还有时间做兼职啊？这时间挤挤总会有的。再说了，我爸到现在还没醒，那兴隆那房子要签约付款了，我不得想想办法挣点快钱啊。你这就等于拿你那口水灭大火。那也不能坐以待毙啊。你想过劳死吗？哪有那么严重，人陈丽不活得好好的。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陈丽这么做本来就是不对的，你作为他好兄弟就应该提醒提醒他，这是不可取的。苍天呀，大地呀，那位金主爸爸来接了我的责吧。两位哥哥，两位姐姐，这是咱们的解除协议，一式四份，咱们再向你签字吧。谢谢哥哥姐，耽误你们那么久，你们不计前嫌，还把定金退给我们。我们留着10万块钱也发不了财，对于你们是救命钱。谢谢黄姐。别客气了。大恩不言谢，等哥跟姐搬家的时候记得通知我们，我们去给你们暖房。一定的。行，到时候带着老爷子。好。
我闺女演出的票谁要啊？我要。一定要捧场啊！谢谢吕姐，哇，青青真色。谢谢拿了票，我现场会点名的啊，必须要来。放心吧，我妈拿的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见者有份。吕姐，哎，佳茹，给你两张。哟，这是青青吧？对啊，他们学校的 Autumn Show， 幸亏把他送去了海城。这个学校的资源，哎，名校当中也是顶级了。上次在云南的时候就听您说了，青青这孩子真优秀。这是梨园剧场吗？什么梨园剧场？戏剧表演殿堂梅兰芳大剧院。那您再给我两张吧，我妈有空，我带她一块儿去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热烈欢迎啊！谢谢吕姐，一定捧场啊！好好好，还有谁说要来着？还有，我还想要两张。抢抢抢抢抢！都弄好了，可以吃了。抢抢抢抢抢抢抢！四张。你可真行，他那么早就摇你还管他的场？造我什么谣？在云南啊，全公司都知道他借酒撒疯，说你跟吴总有一腿。越传越邪乎了。他不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吴总总偏心我。您倒是客观真实不走样，那这话在职场代表什么呀？听到的人怎么理解？那传话的人得怎么演绎？您觉得他们会理解成父母对儿女的那种偏心吗？而且，明明知道乐乐只能上京和二小，还天天在你面前炫他那个女儿的名校啊，白富美、高大上。说这人心眼怎么那么坏？不能这么说，秀孩子是天下母亲的天性，也不一定是针对我。其实我那天呀，也有一百多次冲动想要秀一下我们家乐乐，长得多可爱，长得多好看。长得多像我！行行行，您开心就行。我不开心。吕姐那么强的人，处处针对我，只能说明我太优秀了。你有点幽默感，行不行啊？有 ，respect。怎么那么不高兴啊？来来，你怎么了？过来过来，怎么样？今天上课上的还好吧？干嘛呀？闷闷不乐的，不理妈妈。来，上车。走吧，师傅。你怎么了？今天蔫蔫的，为什么不跟同学一块走啊？他们说十一之后去金海湖。好呀，那你跟他们一块去，别搞那么不合群。为什么一定要合群啊？宝贝儿，国际学校是很注重社交能力的。妈妈花大价钱送你来这里上学，可不是为了让你做小书呆子的。我有朋友乐乐、程程，我们玩得很好。得了吧，我看你就是想在家里窝着打游戏，不想出去玩，是不是？去嘛去嘛，哎，妈妈给你准备云腿月饼、马卡龙，保证让你惊艳全场，好不好？他们是自驾游，咱家现在又没车。那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可以借佳茹阿姨家的车嘛。去嘛去嘛啊！
兮福之所以，福兮祸之所伏。这其实就是一个赌徒谬论的一个变种，认为某一事件的概率增加取决于该事件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几率。举一个例子啊，如果你拿一个硬币一直向上抛，即使前五十次抛出了向下，后五十次也不会变得更加向上。说完了伯努利定律，我们现在讲一下本福特定律。本福特定律是指从一堆实际生活中得出的数据中，以一为首字母的数字的数出现的几率约为总数的三成。举例来说，一份上市公司的财报数据，世界上所有楼房的高度数据，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口数量等数据，基本上都符合本福特。我是没我来，我搞财的，咱们有地盘。没问题，我就担心啊，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许愿影视的项目，怕咱们吃饭的影视那个，就是吃到一半我四百，怕不尽兴，要不咱们改日啊？对，改日。哎呀，这事儿不是这事儿，我这儿公司有一块地，准备拍卖的，你看有那个意思没有？哎，佳如，你怎么不等我？我等您来着，我看您旁边围挺多人的，挺忙的，我就上车吧。哦，不用，我车已经到了。付费取消，谢谢啊。走，上车。哎，宋总，咱们不顺路，我是去医院。和美女都顺路。谢谢。你公公怎么样了？还昏迷着呢，没什么起色。要不要换个医院？不用，他在 ICU， 也不方便移动。也是，人到这个年纪啊，拼的就是体质和造化。嗯。老人家应该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嗯。宋总，从版纳回来，我还没当面跟您道过谢。那我把明晚晚饭留给你。明天晚上。要一顿饭不行。那我们明天下午逃学。不是不是，一顿饭时间是够，就是我明天晚上有事儿。那你什么时候行？我随时都行。你有事儿？啊。你闺蜜？哎呀，宋总，您记性可太好了，日理万机还能居心民疑。就是我闺蜜的事儿，我不是跟您说过吗？她叫甜甜，哎，人如其名，长得特别甜。我给您看照片，看，她这张没有滤镜，原相机拍的，好看吗？对了，还有一张，看看这张，这张是我偷拍的，她都不知道我在拍的，看她傻样，好玩吧？甜不甜？甜。人特别好，真的。嗯。其实看哪天有空，我介绍你们俩认识一下。嚯，老实。谢谢啊，再见。这么巧啊？他谁呀？我商学院同学，平原房地产老总傅潇。难怪我爸这一天替我揪着心呢。你可别高看自己。我要真出点什么事儿，还用不着这么大老板动手吧？那话不能这么说，比我有钱的未必比我长得帅，比我长得帅的未必有我贴心，比我贴心的，那也就你儿子了。你话可不能这么说。那我们公司吴总呢？吴总比我强，但有一点，人家也看不上你啊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可告诉你，最近我们公司一直在传我们俩绯闻呢。你就听听就算了。
那就人闲着没事嘎巴嘎巴嘴图个乐呵啊，你可千万别当真。那吴总爱财不假，但人家更爱年轻小姑娘。这你可错了，吴总就喜欢我这型的御姐范儿，现在最流行。大龄御姐啊？那御姐也喜欢二十多岁的人家。那二十多岁能叫御姐吗？那叫萝莉，你懂不懂？开车呢，别动啊，找车位呢。我哪儿差了啊？我可受欢迎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过几天我跟宋潇还要一块吃饭。行，挺好，去吧。啊，同学之间正常交往。谁说正常了？不正常是约会。行，你有能耐现在就去。你要真能勾搭上，你把我爸也捎上啊，顺便给咱家换套大房子。哎，那孙子不搞房地产的吗？叶一凡，你想卖了我是不是你啊？不是媳妇儿，我真没贬低你的意思。喂妈，爸怎么了？我爸怎么了？醒了，我们来了。啊！哎呀，快点！爸，爸。嗯，精神都还不错啊。嗯，哎，大夫，我爸他目前各项指针都很平稳，我看应该没问题，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。谢谢。我先能进去看看我爸吗？先别急吧，病人刚醒，还很虚弱，需要多休息。再说了，等了那么长时间，也不差这么一会儿。是，不差不差，不是十五天了，十五天整了。不差这么一会儿，谢谢大夫。谢谢大夫。媳妇，妈，我们挺过来了，我爸挺过来了，我们全家都熬过来了，太不容易了。终于又记起肉是啥味儿了。我妈没给你吃肉啊？那炸酱面里那肉丁那也叫肉啊？爸刚醒就开始骂厨子，小心我妈罢工，你连肉丁丁都吃不上。没有，妈给我做了。嗯，那么前天还给我做了排骨炖豆角呢。嗯，是我吃不出肉味儿。就这些天啊，我这味觉呀、就像关闭了一样。前些天我本来想让他给做个纯肉的菜，可是后来一想，爸在医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，咱家现在这境况，我就忍了。你啥意思啊？你已经做好了咱们家连肉都吃不起的觉悟了。十五天，一天16000，再加上前期的手术费，一共30几万，咱还托人买了进口药，这也好几万呢。这是爸醒了，爸要是不醒，咱手上那点钱还能支撑几天呀？还想天天大鱼大肉？哎，这日子过得跟做梦似的。前几天还踌躇满志的啊，又是房子又是孩子的。现在开始被吃口肉在这讨论。嗯，人活着，谁还没有点三起三落呀？想想人家贫困国家的人民，还是大土筷子呢，那照样载歌载舞，苦中作乐。要是吃大土筷子，能让我爸赶紧好起来，那能让你怀上二胎，房子搞定了，就这院子这墙，我能吃一半下了。哼。嗯，你啃墙去，你先走着。给我留着，我的。来，那个哥哥，给我这山川放晴。
还嫩着呢，才三个月就上台演出，那简直是天才呀、啊！是有些天分，啊，不过还是老师教的好，天时地利人和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好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哎，嘉如。哎，姐夫，姐夫。李姐，姐夫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青青啊，你可太棒了。阿姨要不是认识你妈妈，阿姨都以为你是出生在梨园世家呢。谢谢阿姨。老师教的好哦，关键还是学校好。哎，阿姨呢？嗯，我公公转入普通病房了，需要人照顾，我妈就牺牲自己成全我们仨了。